那过来来看，罗岗镇六十五岁长辈算是真欢喜，会当领到小红包。罗岗镇公所今年发放敬老礼金，总计啊共有14000多名长者受惠。年满65岁以上的长者，每一个人拢有500元的敬老礼金。罗岗镇长柯志宏就希望伫个过年之前，予长辈会当领到红包，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来过好年。台湾已经迈入老年化社会，户口在鹿港，年满65岁以上长者，就占人口比例1/6。鹿港镇公所因此针对户口在鹿港镇年满65岁以上长者，开始发放春节敬老礼金。鹿港公所今仔开始发放春节敬老礼金，只要涉及在我们鹿港年满65岁的，这次发放的对象总共有14058人。也当讲每人有500块的一个春节敬老礼金。那今天我们首站来到我们永安里，一家东西嘛，向家人咱在许多拜见你，祝他们有一个身体一个健康，嘛祝吼，因有一个好的新年。感谢许镇长拨空前来关心我们里内的长辈。今天发放那个春节敬老礼金大家这个长辈非常的高兴希望那个。里面的长辈身体健康，平安顺事。镇长柯志宏也来到永安里，将500块的敬老礼金一一发放到长辈手头，而且提前向长辈拜年，祝福伊能够有健康的身体、快乐的心情来迎接新年的来到。中华新闻林桂英，罗岗采访报道。